其实它应该算是印尼巴克纲之后最难的一份考题了，尤其是在手写题的部分，我们觉得并不好答。应该说这个题目的出法已经不太是高中生能够很立马想出答案的一种问题方式了，它是比较接近其实应该说就是大学的问问题的方式。其实它应该算是印尼巴克纲之后最难的一份考题了，它的难易程度其实蛮偏高，也就是说今年的考题对哪怕是对程度好的孩子而言，其实要达到高分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年这个真的是一个蛮有鉴别度的考题。今年的图表题并不多，只有三题而已，图表题并不多，但是这三题呢都是你要一定要能够把图跟表看懂的判断关键，并不是只看文字就能够写出答案，不太可能。32题他考了一个周楚除三害，完全切合我们这个电影的时事，虽然他考的不是电影里面的那个主角，当然不是考电影的故事，但是他考了周楚除三害，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当做这个考题，所以他等于是算是跟时事还是有一些关系。在非选的部分，应该是说这个混合题的部分，今年出的题目呢，其实我们觉得并不好答，尤其是在手写题的部分，我们觉得并不好答，也就是到时候改题改分数的老师其实抓这个范围会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年问的题目的方式的范围都问得很大，所以导致孩子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不晓得该从哪一个方向去论述。所以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像第37题，像36题是很传统考题，36题考你说互为开口的背景，那其实有读书孩子很清楚就知道互为开口就是开港嘛，那互为为什么开港，那就是因为英法联军之后台湾开港通商，这是一个非常 OK 的考题，没有问题。可是他问的第37题就很酷咯，他问你说台湾茶叶出产地年越广，综合两则资料可知互为开港后台湾茶的销售有其优势，请写出2项优势。其实这个对孩子而言就有一点他要思考一下，他第一个他要把资料甲跟乙全部读懂，然后第二个要从里面找出关键，而且他要能看出来为什么台湾茶叶销售有其优势，他要找出这个关键。所以其实对孩子而言并没有很容易，那答案第一个当然就是品质优良嘛，因为资料甲有说这个发育胜佳，就台湾茶不错，那第二个你也可以写离出口港较近，因为互为本来就是港口，离出口港较近。那第三个你要能够找出来什么呢？在资料乙的最后一句话，省中既无入口税银可征，台地亦无落地银厘可抽，而茶叶出产地年愈广，也就是说你要能看出来说他不需缴税，他不用缴税，你要能够看出这个观点。其实我必须老实讲，这个对孩子其实不怎么容易。 OK， 那39呢，你要删掉天竺印度咸豆生毒，你要把它删完之后然后再去找里面的答案，再去找资料甲乙丙答案，然后你才会找到五天竺跟婆罗门国，你才能够写出这个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要能够很认真的在看题目，你不是像以前一样看过去答案就出来，并没有。然后第三题更酷了，40题，他说比较两则资料对玄奘的主张意境显然部分赞同，那赞同点是什么？你要知道他怎么赞同的，那反对点又是什么，相异处为何，而且你要写出理由，你要把它写出来。 OK， 所以就是说对孩子而言这不但是一个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其实今年的考题已经把阅读理解融入到手写的 题目当中了，你不但要会阅读，而且你要会输出，你的文字表达能力要很强大。所以对一些可能有些孩子可能在文字表达方面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孩子，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吃亏的选项。因为第三题的42跟43，你真的其实很难答得出他问的问法，应该说这个题目的出法已经不太是高中生能够很立马想出答案的一种问题方式了，它是比较接近
其实应该说就是大学的问问题的方式。那也就是说，这有没有可能是未来考题改变的方向？其实我们不太理解，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像四二四三这种题目哈，学生不但要把甲乙丙读完，不但要读完，而且你还要能够联想到从十二到十六世纪所中间发生过的史事，例如东西文化交流，例如文艺复兴的出现，例如地大发现的产生等等，然后你才能够写出四二四三的答案，你才能够写出四二四三的答案。所以其实这个题目真的不是很好写，真的不是很好写。四一到四三的话是考，但它用餐桌礼仪来包装，但其实就是一路从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那跨度上就是十字军东征一直到文艺复兴，然后再到一点点大航海这样子，所以是就是要统合不同阶段学到的知识来做判断。最困难应该是四二十三了，因为范围真的太大了。你能就是这样讲好了，高中生的知识储备量其实还蛮看学生个人的，就是学生程度，因为他们已经会有阅读的能力，而且他们看的书籍很广泛，所以像四二十三题，你如果是只念学校课本，我们就单纯哦，只单纯念课本，完全没有涉略其他各种课外书籍的学生，他还是可以从甲乙丙资料中找出答案，但是那个答案就很制式啊，什么身份的展现啦、优越啦之类的。可是如果你是阅读量很大的学生，他就可以扯出文艺复兴，扯出地大发现啊，扯出十二世纪之后商业复苏、城市兴起等等这种东西。所以他的问法的概念范围太大了。我觉得让高中生的孩子其实没有一个答题的方向，他仿佛应该这样说，他仿佛怎么答都可以，他没有一个可以依循的方向前进，这在过去考题是基本上没有看到的，在过去考题基本上没看到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站在我们个人立场，我个人立场，我觉得四二四三题会是所有手写题里面最难的题目。对。